放了什么鞭炮吗？是的，你要连续签到啊。
都过去了。过年没回家，只是休息了两三天。我昨天就播了，初三播的。刚辞职，怎么辞职了？
时候太困了，闭上眼睛了，所以容易敲错。你看哦，有的时候敲错，不要敲错的比较多了，那就可能是我困了。好了，我的就过去结束了。